我好像讲过不只是一次两次或者是多少次了，我都已经记不住了。所以中国是造字，空从棉从八从工，所以这空是什么？它可以遮覆那个八字，讲世间现象讲八方，讲心中的如是性德作用讲八事，一切功就是什么？性用现前，你能遮覆，能够担当一切八中的作用，那才能叫空啊。所以世界无尽，空这个世界的虚空太空无尽，但是你看到太空都看到什么？一切万有，不是吗？你为什么能够看到万有？因为你能明白万有，你才能够明白太空的不可思议。所以那种空寂，它才能够起身什么？它才能够起身，就是我们现在感觉到世间之中的种种繁荣庄严，种种万象的安布。你心性中的世界是如此，你明白一切时，你就是空寂那一位。但是你这个空寂一位是什么？是能够担当一切万象安布时，你心中根本超然的清净空寂。所以空既然讲到从棉从八从工，那就是什么？用到诸佛的性德庄严名号上来说，它就是什么？就是能不能的能，就是能不能的能。因为这个能字你也不能拿种种人来量，所以它就是空。但是这个空中它没有失去一切什么性德种种作用庄严，所以它是能。释迦牟尼佛叫什么？能人能己。这个大觉心体在最初入世间，最初入世间刀立天中的天王叫释迦桓音，释迦桓音又叫什么？能天主。所以过去在密法之中修坛城，你看到刀立天天王或坐在坛中中间，或名释迦桓音，或名释迦牟尼，你看他的入世的智慧作用跟同欲释迦桓音，你看他性德的这根本庄严，就是入世间的庄严中，它就是释迦桓音。什么意思？你这一念能人能己的大觉心体，你常常在哪里看到？你就看到它能入世的一切性能作用中。所以刀立天在哪里？在须弥顶上，就在刀立天是须弥顶上，刀立天之上都叫处在空中虚空，唯有刀立上接天际，下临地际，就表示你的决心念念之间呈现之时，它不离空有，这那一点处就是你入世间的能天主的主宰之中，又叫三十三天王。所以你明白如是性德之时，你就能够看到这个什么？这个性中的能跟己。所以用释迦牟尼佛的圣德名号之中叫能人能己，但是都没有离开这个能。所以能人能己之中，那个能是根本大觉心体的性德，所以在人之中必定能够担当一切二，仁者从仁从二，能够成就一切二中的种种安布庄严。但是在热安布庄严处，它就是根本心中的根本极灭清明之所，那叫释迦牟尼。所以你每天见到释迦牟尼佛，你都会三称什么？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不是吗？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天天三称。但是你每一个起心动念念念之间，你不去弃印，不去传承，不去应承本师的种种教授，那你就叫做亏负本师。你每次都在称念本师也无意义，那如何相承？如何去相应？应就是那个以前清朝那个皇帝什么应的那个应，就子应的应，那就是行者念念现前的每一个发心，每一个当下的回光，念念之间就在如是本师释迦牟尼之中，念念以为上师了。什么叫上师？念念拿来
做你现见的能施跟所施。你的不离如是施，那如何不离如是施？你感受现前处，你就要去体会能人能己，你就念念供养释迦牟尼。只要你真的能够体会能人能己处，就是这一句卧不为空寂一味，都是空寂一味。因为你念念就熟悉什么，心中根本，你一味之中，心中的淡漠，心中的了然。